伊能静爆料秦昊是麦霸，一唱三小时。他很恐怖，他是个麦霸，麦霸，麦霸，麦霸。恐怖麦霸指的难道是他？我是有文的青年。开玩笑的啦，伊能静口中的恐怖分子。那些伤让我们懂。就是他的第二任老公秦昊，伊能静自导自演的《我是女王》还肥水不落外人田，拉秦昊来合唱插曲，完成他爱秋瓜的梦想。谢谢你陪我做过梦，清醒了，我要微笑不回头。哎，唱的如何是其次啦，重点是新婚夫妻合唱话题够响亮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去剧组探班，然后远远就看到他脑袋拿着手机，然后一直在讲。然后后来我跟他熟，但我不好意思问啊，因为那时候他刚开始追求我。后来我就说，哎，奇怪，那时候我常看到你没事拿个手机，然后你一看到我就放下来，到底是什么事？他就跟我说，不是，我在唱吧。他没事就在唱吧上唱歌，然后一唱唱两三个钟头。11年前，伊能静还在上一段婚姻时，曾写书生生世世表露爱情观，这世界没有任何人是不能将我们分离，我们的心要在一起，人也要在一起哦。如今床伴换了一个人，他的爱依旧浓烈黏腻。秦先生去拍戏了嘛，那我们两个之间有个约定，就是当我们决定要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决定要在一起了。所谓的在一起就是实实在在的在一起。所以接下来他去拍戏，我在拍《我是女王》的时候，他全程给我支持，我也希望他拍戏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支持。其实两人主打歌应该换成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。学名当记者，学名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采用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就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你爆料我捐款。